采访都看见的鼻子，哪有看见的胸部？来台湾见到最大的官就是里长，这么多年最大的改变就是爱上了台湾的传统文化。今天我挑战自己，看我家的周围到底有多少间庙。这是台中最热闹的乐成宫，大家排队在干什么呢？从大马路上一直排到这里。他们排队干什么？弄酒卡，拿今年保一个100块。就是转轿子底下吗？在转轿底。啊，我妈祖坐在那边。哦，那我怎么过去呢？加贼了。哎呀！哦，原来是端轿啊！看大家排的里三圈外三圈，看来如果我要排上，要等几个小时。不要排了，再去排吃平安面的吧。请问你们吃面现在是吃到初几？到初五。吃到初五。初五到初五。从早上几点到几点？大概8点多都开始了啦。哦。早上也哦。哦，你是里长啊？对，厉害，谢谢里长。你们为什么哄堂大笑？他戴的是里长的口罩啊！我再看一遍，定格啊，是董事和董事长，为什么戴里长的口罩？哦，你是里长啊！厉害，谢谢里长。我定格，你们在笑我啊！今天真是糗大了，大家都在看我采访董事长，向董事长喊话，你为什么要戴个里长的口罩？我们采访都看人家的鼻子，哪有看胸部的？怎么都没人告诉我，穿着马甲是董事长，戴着口罩就是里长。好多人在看巧娘采访董事长，当成了里长啊！真是糗大了，大家还在排队吃面线。这里就是乐成宫，明天还有里长说了啊，不对，是董事长。哦，